来到这个车站呢是马自达 5， 这个车站有很多很特别的地方。长头发的小朋友举手，是男生的举手。好，手手放下，他跟我们每个人一样都有很多特色哦。你知道吗？这个马自达 5 还有5+1=多少？有六个安全气囊，而且还有帕拉鲁里的座椅系统。最重要的，你们喜不喜欢看 DVD？ 喜欢。我也好喜欢。我也很爱。真的。它呢，在里面还有 DVD 的娱乐系统，很多很多，它是最适合陪小朋友跟爸爸妈妈出去玩的车车。请问这台车车的名字叫？等一下出来的小朋友，你可以扭扭屁股，然后呢用屁股写出快，可以吗？你看第二关的时候就不可以了，谁可以举手？好，我选到了，就是你，你第一，你来。嗨，还有一点，那你其他给我拉走。我选你好不好？好，那你跟彩虹姐姐说，你几岁？安全座，安全座，你的经过很棒，好，拍拍手。